聊天室，不要闹，好棒。Hello， 大家好，我是阿蔡。今天我发现这个位置上非常紧。哎，我们出场应该是用这个姿势出场吧？有一点像金童玉女。好，今天呢，除了我跟某某以外呢，上次上影片出现的姑姑一莲姐，嗨，大家好，小苹果 ，Anyway。然后呢，我们今天还请到了一位神秘人物，就是我们的露露。他就是大家俗称的帅姑姑，因为在公司的时候，我们是分配到一半，我常会跟他拍男女的合照，情侣流动照。对，大家都会怀就疑问说，哎，他这么帅，到底是在哪里认识的？然后他就说，你可以跟他讲说，我们可以做姐妹，因为他的男友也是极度帅。好，我们今天的话题不在这边，好不好？我们今天要来做航空班机代号大挑战。譬如说，哎，你们明天要去喝酒吗？我也要飞880呢。你要飞880？840。你840，你呢？我450。450，我们会用航班号来当作代名词。那今天我们就要做大挑战。我们离职最久的是，应该是我吧？啊，离职6年，要7年了。再来就是我离职3年，我离职2年，然后我们在职，我无薪假2个月。那我们要开始喽。到最后分数最高的可以打分数最低的人的脚底板，这超级痛啊！来吧，好，那第一题 C x 601，马尔蒂夫，哎，不行，这样是丑一万，你要请讲他，这样被请讲啊。好，这样第二题 C x 271，请抢答，我的最爱阿姆斯特丹。好，再来第三题 C x 695。6937哦，你说是停 Bangkok 那个吗？对，有飞过停 Bangkok 那个举手，就是中间你没有，那也很幸运。那叫你一定有，你飞过 CABBKK 而已。哦，那你更惨。那你，我们刚刚说的停 Daily 那一班飞到就是你人生的头彩，真的是头彩。因为很多印度人他们可能会去 Bangkok 嫖妓，然后乘客他们在飞机上已经喝很醉，而且他们会喝很多酒，然后重点是他们还会调戏我，像我就被调戏非常多次，他们会在飞机上看很多不雅照，说等一下去找哪个小姐，所以那一班我觉得是蛮可怕的。而且他们的笑容非常的猥亵嘛。而且我有听过，就是阿姐叫在那个 aisle 上面的妹妹走开，因为她听到他们在讲说，哦，这妹妹屁股很翘啊，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啊。我必须厘清一下，就是印度人其实没有这么照。不是，其他班机不会，特别是停 daily， 然后 Bangkok 就那一班就特别会这样。对，就是、那一班，因为那个就是买春团啊，就是他们就哦，对，有买春团。那我们现在就进行到我们下一题了 ，OK？ 好，现在那个第一点已经2分喽，大家凭什么啊？好，再来第四题。C x 840，等一下啦，你想答？纽约，现在分数是露露1分，一莲2分，两位美女是0分。Oh my god， 完蛋了，我离职这么久。等一下，我们要不要先让他吧？先让他按啦，反正他一定答错的。好，C x 255。Oh my god， 他错了。怎么会作弊啊你啊？好，我们要唱那首歌。等一下，换我们，请抢答。我先，伦敦。答对。啊，我最讨厌飞伦敦，我之前有飞过一次，因为它很麻烦。它的到的时候，你要把你的东西全部锁得很紧，飞机上有每一样物品全部都要填得很清楚。叫啊，美国两个字，精确，不可以有错。它这个叫很精确，而且他会上来看你。你要把东西真的 LAG 超过100毫，超过100毫的液体，你要放很精致。连绿油精都要拿出来，护唇膏也要拿出来。所以对，超麻烦，所以不飞。这是乘客也这么麻烦吗？没有，乘客也是爱喝。下一条。啊，哦，好，那想。我觉得你们要坐挺起来，我坐挺啊，这样我等下会要记得等我喊哦。好 ，C x 888。请抢答。温哥华纽约。我跟你们讲，这班机叫做人生胜利黄金机，但是我也不飞了。喜欢飞888的举手，我就不喜欢，因为10年只飞一次。屁啦，反正这个班机呢，它很长，8天嘛，休假大家休假10天，然后它钱很。
多，就是说一下最多的时候有多少？反正台币大概有2万多块。对，有。这个只是你的 allowance， 就是你的零用金，外战津贴，躺着就有2万多。对，然后到那边你还可以带家人一起去，所以很多人会去那边滑雪啦，然后旅游啊，带朋友去，然后我们两个是一起飞的。但我很讨厌在外站太久，所以我是不喜欢飞888，每次看到888我换掉，我直接换那个放假。但对你说的滑雪，的确是我有一次要去滑雪，但碰壁，因为没雪。强弱七叉七九七，等一下，你太近了啦！你没有听起来，请抢答啊！加答，对，靠你！C 有，怎么这样？下一题 C 叉八七零，还没请抢答，请抢答！我等，我知道，你说这班气死人的班级 ，San Francisco， 这是我离职坐最后一班诶。不是这一班机，我要讲一下。郑重介绍，这班机是所有班里面，就是我们德里的话，至少它短。这一班机是永远满，没有空位的。Special meal 极多，就是譬如说你飞机上有多少人？300个人。300个人有多少 special meal？ 我算过180，200到100。我算过250的，250个 special meal， 这样要怎么出餐？通常我们是一台车出去吧，正常餐出。Special meal 你要怎么出？我有一支影片是 special meal 影片，大家可以看一下。一开始是用手，就是一手拿一个，一直回去厨房拿，然后出去，然后对着他的座位号码。可是重点是会自己换位置，你妈。然后他们换位置，你找不到他，也不会讲，他也不会跟你讲。然后他找不到他自己的 special meal， 他要怪你。你问他们又搞不清楚他们自己吃什么，因为是跟人家帮他订的。然后重点是整班飞机全部也都是印度人，他的时间刚好是印度的飞机过来，刚好接就走。对，那如果你的组员是好的话，就我觉得还行，因为大家就是有那种革命精神。如果你的组员是非常不好的话，天哪，你那班机都要崩溃了，你还要受到组员的洗礼。我有话要说，你说，因为其实公司跟我们说这个不用对了，可是我还是想说这么多，我还稍微问一下好了。我被客人玩啊，怎么了？我说，哎，你是黄先生吗？他说，哦，不对，黄先生在这里。我说，哎，是黄先生还是黄小姐？他说，哦，你说黄先生吗？在那里。他整你吗？对，好不容易找那个黄先生的时候，这几个在那边大笑，然后他们一定是觉得你可爱。我后来真的有点受不了，我就稍微说，到底哪位是黄先生？我在那位先生旁边，那先生说，真的不是我。后来真的没有办法，因为我们真的要起飞了，之后要送餐了，然后我就尽我所能的把那一些位置都写上去，就送出去之后还是很大。你有被骂吗？被客诉吗？没有，可是我妹妹因为脸很臭，所以被客诉了，就我出去下跪啦。这条下跪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没有啊，他没有这样讲而已。特别玩你也蛮好的啊。对啊。我的这样子这样一半过来有100多个客人，我这样为了他们几十个，可爱才玩啊。没关系啊，你这辈子已经过得很辛苦，这一点我都快要演了。好，我们下一题好不好？第九题 ，C 八七四九，请抢答。等一下。请抢答。南非的约翰尼斯堡，答对啦！这一班钱超少，但是我好爱飞这一班。我也好爱飞这一班，牛排好好吃，红酒好好喝，牛排是阿根廷下面而已，而且东西都超便宜。而且就是可以，你可以骑马哦，然后你去爬那个动物，长颈鹿就在你旁边，你是整个直接去草原看动物这样子。然后建议是下午去会比较好，现在是不能出去玩啦，但如果要去南非玩的话，基本上也可以就是密我啦。那因为我会知道那边要找谁，就是会有一个专门在带我们 crew 的人去玩的人去找 Barry， 比较方便。提醒一下，南非真的也蛮危险，因为我有个朋友，他有一次在南非跟当地的朋友第一次认识的朋友出去到一个小区之后，好像被打劫。那个朋友有被打击吗？那个朋友跟当地人串好，搞不好跟当地人串好，他们一起分赃他的东西。他就真的就是死里逃生逃走。我是听说有一个 crew， 他带他妈妈去玩，然后他们直接被也是被打击，然后护照什么东西都被打走，好像还被打之类的。南非很危险啊，非常危险。我表姐她之前住南非，他们出去吃饭是要带枪在身上的。真的假的？
但是所以大家真的要小心。哎，不对，可是南非的话，我们还有一个开普敦啊，开普敦比维亚尼斯岛安全非常非常多，但我去过开普敦，我为什么会一心一意就是看到开普敦开了就是心动了？因为阿根廷就在旁边，我其实都还蛮喜欢飞的，只是它钱少啦。钱少其实还好啦，对、啊，因为花的会很刚好，它那边很贵，不贵。哎，它酒店也很豪华、哦，而且它早餐也是很棒。哦，早餐真的很棒。那边你知道南非晚上的 bar 开了之后，外面有很漂亮。哎，我们吃那个牛排，它那牛排那么大，超大块。你知道多少钱而已吗？一份才400块、500块台币哦。对，而且它有炸海鲜，海鲜好新鲜，好新鲜的，超好吃。真的。所以每次我们飞南非就是大家做一个圆桌嘛，就整个板的。对。生蚝可能是三打，牛排一人一个啊，然后红酒来个10瓶这样子。然后还会吃那个 gazpacho。carpaccio。carpaccio。carpaccio。就是生牛肉。Anyway， 好，下一题最后一题哦。最后一题了，这样感觉已经定胜负了。对啊。好强耶！这一题加2分。那怎样也是跟我平手而已啊，好来。那还是这一题加两分，然后默默先答。好，给他一个白，默默加0分。好。C x 675，嗯，没有抢答。六开头。他一定是那一边的啦。675我知道，我知道。你不可能知道，我知道了。完了。提示是白城。白城。白城。那第一个提示他的海滩有。又没有说你可以答。而且他还没有。不是这个地方，他们两个可能都还没有飞过。是新的吗？新的点？新的。哦，那我可能不会知道。他的国旗是星星。这样看，所以你要再讲，你又不是裁判，他才是裁判，可以就是照一下规矩嘛。真是。我随便猜一个，是印度？不是，印度了，接近。好，已经过了啦。把话我们三个你要讲啦。现在默默答错喽。靠，我重新抢答。我没答，我根本不知道是哪里。C x 675，请抢答。你要讲中央城市，是伊斯坦布尔。他地理有问题，他地理有问题。是多少钱？对，是。天拉比，天拉比，天拉比，天拉比。等一下，他还说天拉比，天拉比，天拉比，对，天拉比的。那大家知道航机的班号，你往东往北飞跟往西往南飞的差别吗？这太难了吧？没有。例如他们刚刚讲的880，那就是偶数的话就是往东往北飞，奇数的就是往南往西飞。既然就是我们反向考嘛，一人考一题，就是比如说飞某个城市是什么号嘛，因为已经殊死战了嘛。那还是这样子由一连出题。对，然后我们一人一题。好，然后开始。这样殊死战。好，殊死战。好，不能是我，还我离职的时候没有的航班。不会不会不会，一定有。哎，我那从默默先吧。那我解释一下现在的规则哦，是会有一连出地区，然后一人一题照顺序。哎，被问到的人要答出航班的编号。对，好，所以先给你简单一点，东京。好 ，OK OK OK， 哪有这样的？450，啊，450才叫东京。没有，450有到东京。对啊对啊对啊，先先定台北啊。台北留最久的一班，对，就是介绍一下，我们台湾人想回家就用这一班，对，但我绝不飞，那个累，隔天很累，可能是第一天先飞到台北，然后很开心，从中午就到，然后就嘟嘟嘟，隔天早上中午走去东京，然后4个小时后从东京直接不停回香港，对，第一天真的是天堂，然后第二天是地狱，好，那天菜喽，来喽，钱奈，六，这很过分哎 ，CX。你知道是这个开头的吗？6、3，差一个字。哦。Oh my god！ 是你的。那你再答对，就还是3个人要被打。好了好了，宝贝，6、3、0，603，63也刚刚讲过哎，630、631是前奈哎，对，就是他。不是六什么三？685。你先确定你的答案。然后断了这只脚。各位观众，这只脚我要冲浪的时候断了。你们有听过冲浪把脚冲断的吗？1、2、3，啊！好痛哦！真的吗？超痛的。不会打屁股，来打屁股。啊！好啦，我们今天大挑战的最终赢家是我们的一连姐。如果他没有赢，我不应该。他还在几岁啊？他应该要赢。那最后呢？觉得大家还蛮开心的，
可以一起再玩这个游戏，因为毕竟我们现在很多同事都还在想他们没有回来。最后呢，我要跟大家宣传一下，帮我上那一幅画好不好？好。空服员其实很多人都蛮厉害的，就是我们就是五花八门，我们里面有医生，我们有工程师，然后这是如如画的，然后他当时画这幅画的时候呢，我有受过一个很严重很严重的创伤，就是他当时在飞机上被精神官能症的老先生就是棒倒的。然后因为那个老先生要冲进去，就是机舱室，然后那一阵子之后，我就是有创伤症候群，叫 PTSD。然后呢？后来我发现就是一个治疗自己的方法，就是用绘画来抒发。那其实我画了很多幅，大概总共17幅。反正他就是 about love， 然后他所有东西就是捐出来做公益的。对，帮助小朋友，叫关爱之家。关爱之家。然后这幅画很像我。然后你有没有看到它里面有很多细节？它的乳沟是台湾，然后它是青花瓷，它下面有一些建筑物是101，对，就比较特别一点，美丽华。然后因为这个主题叫 speechless， 就是那时候我不太讲话，所以这幅画就是所有的画里面都没有嘴巴，但是眼睛就有很多泪水。泛泪。那这些泪水就是很多故事在里面。那这已经是最后一幅画了，所以它看起来也是不悲伤的。然后为什么会现在讲这个？这个也是离现在有一段时间了。那最后想要跟大家宣导，就是如果你有什么伤害啊，你有什么创伤，或是你心里有什么不开心的，其实世界上很多人都跟你一样，但大家都坚强活着。如果你能做一些事情，然后帮助这个社会的话，就可以是更好的，好吗？那今天我们影片就到这边。如果喜欢我的话，记得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还有我的游戏频道要订阅哦，还有我的。